加，要开始煮了哦。小心，不可以用手，不可以用手，用手不卫生。恩恩姐姐用筷子夹。筷子很难的哦。哦，要对啊，就是很难，所以要比赛啊。哦，我夹得起来吗？大家去煮水煮倒下去，哇，整个锅子都要被你们翻起来了。好，按姜。那弟弟，哇，弟弟在帮忙擦地板，你看。不能。弟弟在那里擦地板呢。这个弟弟在擦地板，不像这个哥哥姐姐全部抢玩具，太好玩了哈！要找弟弟刚好位，还没去，等下来他的脚我帮你。啊，要用夹的哦。啊。还有一只筷子。没有，我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筷子这样可以夹。喂。爸，那边我记得那边呐。第一那个还没熟会拉肚子哦。有脾气哦。还没煮熟会拉肚子。他等煮熟了再。他们两个。好了，给你。我还没煮好，他们两个。好的，继续。妈妈，这个拿回来。管完他了。我怎么都最拿光光的。老板。倒下去了，大家去煮。又倒下去了。嗯，有想睡觉的机会。那我不要煮。